父王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也是读书练剑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。皇儿，如果父王要降大任于你呢？如今大战在即，征兵之事刻不容缓，尔等恪尽职守便是，那些繁文缛节能免则免。喂，下一位。熊恒，郢都人士，14岁。父王。写。子恒公子尚年幼，年幼已经14岁了。按照屈卿新阁军制，14岁的男子便须从军。楚国是我楚国人的，如今大战在即，所有人都要为我楚国尽一份心，尽一份力。你们的公子娇贵，那不谷的王子就不娇贵吗？诸位都是朝中重臣，我楚国的栋梁，你们口口声声说要报效楚国，报效不谷，难道就是这样报效的吗？子恒公子的名字已经写在这里，诸位爱卿的公子何时能来这里走一遭啊？不谷等得起，但是我楚国的江山等不起。大军英明，大军英明。